只有1%的人能赚到5亿的金币，我偏要试试。开局疯狂开垦土地，全体加速成熟，疯狂收菜，2秒赚取1笔启动金。租赁一个7-11超商，雇用几个员工打扫卫生，然后购置最豪华的货架和甜品台，最后解锁几个高级蔬果和甜品。阿妈和大叔超多，赚超多金币。再解锁海运贸易，蔬果贸易也得安排上，这不就赚到5亿金币了？你也来试试。